说的，纸也想要，我的纸，丝巾啊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啊，拿去吃呗，吃呗，你这个乱搞，是不是？等一下啊，我充个电，没电了，我操，这线咋这么长呢？不是叫他给我一米的吗？他给我搞个，我叫他给我一米的，他给我这么长的线呢，这老板干的，不。这卖线的老板咋搞的？他搞个两米的，拿着就跑，王教练快跑！啊，不要紧，谢大家哈，谢大家的支持，这老爹慢慢等了，知道吗？他不要，他不要，还要水果都不要，你想吃啥子呀？啊，水果都不要，还想吃啥？要吃就吃，不吃算了哈，要吃就吃，不要啰嗦，跟好的连不要，你这下子搞飘了，我说前面是吧？会员都不要，不要就不要，你别啰嗦。我跟你说，会员你要就要，不要你别给我啰嗦。我跟你说，这搞飘了了，怎么一个二个的？还想吃啥？会员都不愿意了，你还干嘛了啊？搞的可以啊，快点，后面都要啊，不要不要过去了，不要，搞飘了，他们一个二个。整花生米啊！这下一个都别啰嗦，让他们吃飘了，对，不要就算了。哎呀，来来来，不要，我要管你们的，快点！你那红色的水果是什么水果？红色的是李子，李子，李子元宝的吧？红色的是李子，好来吧。哎呀，让人家元宝吃一个喽！你给我过去，让元宝吃个。